阿门。所以今天早上在也是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想到说，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律法是全备的，是完全的。那是在思想神的那个话语的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包含了一切的真理。我们神的话有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的答案。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用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在神的话语中间让神全备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心，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也得以完全。好，我们一起来念诗篇十九篇从七到十四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门，阿门。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把这样全备的话语放在圣经中间，可以让我们读到，让我们每一天都来读他的话语，钻研他的话语，吃喝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就因神的话语得饱足。阿门。然后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全教会，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来喜爱耶和华的话语，好吗？阿门。OK，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谢谢给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是完全的，让我们被你来接近，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话语，信封房下你的命更宝贝，绝对的益处的更加宝贝。在我们的那种感谢赞美，我们就将那个将你的话语种植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满了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吃喝你的话语，让我们就得着生命，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充足的，是完全的，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以饱足。阿门。主啊，你赐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更多的来渴慕你的话语。阿门。主啊，你的话语能苏醒人心，愿你的话语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阿门。主啊，是的，我们要说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神你所默示的。阿门。是的，每一句话都是你所默示的，是你的呼吸。阿门。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吃喝得饱足。阿门。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得饱足。阿门。是的，主，你的话也不是难懂的，你的话让我们全然明了。阿门。主啊，你的话里头也大有能力，叫我们可以靠着你有得胜。阿门。主啊，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所思所想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隐而未现的罪。阿门。是的，主，你的话语是可以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如金子一般的可贵。阿门。那我们有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全然洁净，我们的心灵都可以得到全然的洁净。阿门。主啊，是的，我们只要你的话语就够了，我们不要到世界上面去读别人的话。
在你的道里面有永生之道，哈利路亚，阿门。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阿门。是的，你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阿门。主，你是用话语创造天地，你的话语蛮有能力，阿门。是的，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得饱足，让我们喜乐，阿门。主啊，求圣灵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昼夜思想，让我们能够尝到你话语的甘甜，阿门。是的，让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就必快活，阿门。主啊，求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的时候，能够为你而站立，站立的坚固。阿门。是的，主啊，也是求主你能够高牧我们的口，主啊，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蒙你悦纳。阿门。你的话语一点话都不废去，传到永远，阿门。求主你赐给我们年轻的下一代有对你话语渴慕的心，让他们吃喝你的话语，站立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这世代的光，世代的盐，阿门。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我们就为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能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出我们爱你的话，主啊，将我们的话深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至于得罪你。让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和荣耀的名。阿门，阿门。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继续来寻求与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约书亚记一章八到九节，我们把这两节再来念一遍。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阿门，阿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的哈，我觉得这两年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是不是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不管在我们在所做的任何的事上，神为我们铺平道路，让我们可以亨通，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搬到这里，让我们的旧坛能够有一个很及时很完美的一个解决。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允许与我们同在，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前提是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话。 Amen。 甚至在别的地方也说，叫人活的乃是灵，我的话就是那灵，就是生命。 Amen。 所以当我们的每一个人，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意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 每天的灵粮，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因为神的话语谨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的教会的体制不再一样，神也应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刚强壮胆。这个刚强壮胆不是我们装出来的，也不是我们这个吹出来的，而是因为有话语，神的话语在里面成为我们的根基，我们才会刚强壮胆。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人生中的关卡的时候，碰到教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我们心里有这个确信，无论我们往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 Amen。 接着我们就是来为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我们的教会能够扎根来祷告，
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来渴慕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力量，也成为我们每天与神同在的印记。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何等主啊，盼望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当我们主啊不知道如何去行的时候，当我们忧伤彷徨的时候，主，你的话语要临到我们每一位，你的话语要临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因为教会不是我们一个人，主啊，我们都要领受从你那里来的话语。我们都需要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哈利路亚，我们就是来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有这样何等美好的应许，让我们在人生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不会害怕。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主啊，无论我们的孩子到哪里去，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因为他们有你的话语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借着众先知历世历代来效力每一个世代的人。我们今天也一样要紧紧抓住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主啊，让我们能够做明智的决定，让我们能够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将你的律法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谨守遵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丧胆，因为你与我们同在。阿门，阿门。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引导我们并保护我们的神。阿门。你的律法是要引导我们走那正义的路。阿门。主，世人寻求亨通，世人寻求道路，凡事顺利。但他们忘记一件事，那就是要有神的话语。有你自己的同在，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弟兄们能够发现这个秘密，我们得胜的秘密，我们刚强的秘密，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能够得着你的力量。阿门。记得主啊，你说的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不要昼夜思想。哦，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昼夜思想你的话，活在你的话中。该如何行？阿门。我们要来诵读你的话语，并且要昼夜的思想，我们就能够谨记并且谨守遵行。阿门。主啊，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主，我们心里就有那个确据，因为不是我们在做，乃是主你跟我们一起同工。哈利路亚。阿门。主啊，是的，主啊，你说我们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忍耐我们，主啊，主啊，当我们，主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偏离你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读你的话，主，你都忍耐我们，主啊，真的求你在2022年再次的来激动我们的心，来，我们所有整个教会都来读你的话语，来每日来灵修，来向你来祷告，跟着我们，好不好？我们这时候特别为我们今年2022年的每日灵修，我们的导读，主啊，来向神来祷告，让更多的弟兄都能够参与在其中。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所做的都能蒙神的悦纳，让我们能够凡事顺利，凡事可以亨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兴起许多的弟兄姊妹，聚集我们的同工，主啊，来建造教会的实际上有份，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扎根，主啊，这是我们成长的根基，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根基。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个灵修派，祝福我们每个导读小组，祝福我们每个小组的
的查经，主的话语，主的话语，主的话语，主来得到我们，主来让我们能够领受，主来让我们也把它行出来，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中间去，达到我们能够凡事顺利，主啊，我们所有的都能为你来建造，哈利路亚，来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主啊，求你在话语里面与我们同在，求你在话语里面与我们同在。主啊，也许我们过去没有看见这个秘密，主你如今要告诉我们，主与你同在，是就在话语，在你的话语中来与你同在，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的生命来连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是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说神的律法全。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昼夜思想的时候，神答应与我们同在。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主的同在并不是说我们就会一帆风顺，我们仍然会遇到各样的，人生中遇到各样的风浪。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当我们遇见人生风浪之后，我们该怎么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4-27有个比喻，就是一个聪明人和无知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7:24-27。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转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了两种人，聪明人和无知的人。他们的区别不是说没有风浪，他们都遇到风浪，但他们区别是说他们的根基在哪里。聪明人他会遵循神的话语，无知的人他听到了但他不去行。所以我们刚才讲说神的话语很宝贵，但如果你不去行的话，他并不能帮助你。比如说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可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去做的话，那么你还是没有平安。但就像主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但如果你不去做的话，那你的关系还是不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很宝贵，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行出来，那才是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我们是要做聪明人。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自己祷告，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那个聪明人。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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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让我们的根基越发的牢固，让我们的根基不是被这个水冲倒的，不是被风能够吹倒的，乃是坚固，能够存到永远的一个建造。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阿门。做一个聪明的人。是的，主啊，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蒙福的。阿门。是的，主，你没有允许我们没有风浪，没有风雨，但是主，你允许我们，只要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我还说我们所建造的必
立，然后要在风雨中屹立。阿门。是不是我们所建造是在真理上，在真理的磐石上面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不是草木和秸。阿门。是的，主啊，我们要说你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的。不论环境怎么样的来冲刷我们，我们总不倒塌，我们会刚强站立。阿门。是主啊，当我们都按照你的命令去行的时候，当我们按照你的命令去爱人的时候，世人就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阿门。我们相信主啊，你的教会是建在磐石上，是建在你的根基上的，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的。主啊，我们就是要一起重新可以来建造。主啊，我们的根基在你的话语上，主啊，我们把它行出来，好了，你在我们的当中来为我们来持守我们所建造的一切。阿门。是的，主，我们要说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指导我们去遵行。阿门。主，我们按照你的真理而行的时候，求主你来坚固我们手上的一切的战斗，我们手上的工作，求你来为我们坚固。阿门。我们按着你的话行的时候，你必伸手帮助，你必坚固我们。阿门。阿门。是主啊，我们昨天的读经里头讲到说，不能只在言语上，而要在行动上走。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来遵行你的话语。阿门。是的主啊，我们要说，我们不愿不论在言语上面，还是在行动上，我们都遵行你的话语。除去我们心中的无知，主啊，以为主啊不要靠不要付任何的代价就能够建造生命的根基，主啊，让我们能够被你来关照，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来学习你的话语，连同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的生命从今天开始就被你来建造。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把主啊建造着神的真理上的一个教会来祷告。主啊，让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都能蒙神的悦纳，因为他的一起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来呼求你，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得到这样的感动，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也建造我们的教会，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捷径，没有任何别的捷径，主啊，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我们选择要做聪明人，我们不要做无知的人。因为这个世代邪恶，因为这个世代邪恶，所以你要兴起我们，主要要在你的话语上来更新，让我们来明白你的旨意，不做糊涂人，而是要做聪明人。主啊，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教会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今天也把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还有我们师母的征兆都交到神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求他赐下圣灵的恩膏在师母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够得着，能够感受到圣灵跟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是你定义的日子，虽然在疫情的当中，主啊，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教会，让我们说你的祝福，要得着你的话语。哈利路亚，主啊，是求你来高牧师母的口，让他所传讲的是出于你的，主啊，每一个人听到都能扎心。哈利路亚，我们来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聚会从开头到末了都满有你的同在。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工，祝福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 broadcast， 是吧？一切都顺利，因为主你喜悦我们，喜悦我们来敬拜你，来传扬你的话语，来传扬你的福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仰望你的恩典。哈利路亚，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以三声哈利路亚来归给我们的神，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好，记住。